来了，宝贝儿，今天这幅作品如果非得找一个字形容的话，美，那太美了。你不信你就看啊，画完以后绝对非常的哇塞，绝对哥巴的。咱们旁边先用肉粉色给它定出我们云彩的这个大致的位置，然后上方用普蓝色给它往下过渡，加白色，依次加白色啊，然后淡紫色加白色啊，就在这个边缘给它揉，哎，转圈圈，就这么揉，哎，你就揉就行了。有宝贝都说干哈呀，你浇蒸馒头呢，搁这揉面呢？不是，那什么，我就是强调一下手法，哎，这个专业的手法，哎，揉揉大法。底色揉完了，到关键的了啊，先拿一支圆头笔啊，蘸浅色画上边，再用另外一支笔在后边揉一揉，你看看这个小层次，哎呀，信手拈来，拿捏死死的。就这幅作品啊，就到目前为止，你大概已经可以在馆子里头看见豹子了，看着吗？大致能了解它的好看了。下方用淡紫色。紫色加上普蓝色，哎，给它做个过渡，然后把我们的海浪的这个水波纹哈给它画出来，哎，这个水波纹呢就是近处的宽一点细一点，远处的呢细一点密一点，然后在中间给它画上高光。到了关键的时候了啊，波光粼粼是怎么表现的，就是这么点点，哎，远处点的密一点，近处呢点的细一点，然后在有的点里头哈，就给它画上小星星的感觉，哎，你看看这个波光粼粼，哎呀，你就这么好看的作品，你不点赞收藏评论一下子呀？你评论个标点符号也行啊，来都来了，又不费电。